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你播报12月10号礼拜二的各星座运势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有射手座，那射手座的朋友呢，今天是新欢报道，心花怒放，爱情升温了。摩羯座的朋友呢，是工作顺利，长官提拔，越忙越旺啊。牡羊座的朋友呢，是出差洽工，各种的运气非常好，心情愉快。两名星座今天特别小心，分别是金牛座的朋友，工作加班了，各种操心。双鱼座的朋友呢，是得罪小人，建议你避避风头。各星座在今天的幸运数字以及幸运颜色，火象星座请你用咖啡色数字7，土象星座请你用橘色数字4，风象星座请你用白色数字2，水象星座请你用紫色数字1。